他呢从日本跨海来台挑战最速开球，上一次呢投出了97公里的成绩。那么虽然已经是非常厉害的成绩，非常不容易的成绩了，但是他呢非常的不满意。这一段时间呢，他更是不断的练习，卷土重来，要再一次的来征服自己的极限，挑战大家的心脏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用全员主场最热情的掌声，欢迎平崎美沙依小姐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要担任我们平井小姐的接球捕手，就是我们的杨大哥杨耀旭。好的，那么现场所有的十号队，我们一起来帮平井小姐来倒数。我相信我们平井小姐会继续努力，再一次的邀请她来到我们的全员主场，来挑战自己的极限哦。